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，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。时光过客，还来不及去迎合，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。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，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。答应我，那天走失了人海，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，一定回来。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， 等着我，不要再离开。我也不知道我和以琛现在应该算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夫妻不太像夫妻，可是他好像也不生气了。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想看一下某某模特身上那件黑色风衣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啊。您是帮你男朋友买衣服吧？他身高多少呢？嗯，183。哦，可以，那您稍等一下，我去拿个款。麻烦你。小姐，你真有眼光，这是我们店的早秋新款。那就这件吧。嗯，麻烦你帮我包起来。好的，那刷卡还是现金呢？嗯，刷卡吧。哦，好的，这边请。谢谢。请输入密码。小姐请签字。你写错了。哪有？何以琛的何旁边这个可，应该先写里面的口，再写竖钩，来再写一次。为什么要写你名字呀？下次再次光临，再见。我们有点像在谈恋爱，可是我们已经结婚了。嗯，感觉就像带着保证书谈恋爱一样。你到底藏了什么？都藏一路了。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，但是可以作为交换条件，你带我去相亲吗？而且
是用你的卡刷的。走了。之前我们有说过一提议，价格比我预期的高出10%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只差几天时间导致收购失败。我以为以后再也不会发生比这更让我后悔的事情，结果我错了。可是燕，今年年初你还是把提议收到手里了呀。几乎我付出了近乎双倍的代价。幸好我从来不怕为修正错误而付出代价。爷，我相信你做事情一定会成功的。对了，华大那边打来电话，他们想跟我们确认一下校庆的时间和地点，就安排一场专访跟杂志社。专访？我明白，你放心，我会把这事情处理好的。什么事？那个校庆真的不去？有个捐赠活动，老袁过去就好了。哦，那我走。去哪里？去学校啊。你要是真的不去的话，我就跟袁师兄一块儿去。虽然学校平时也可以逛一逛，但今天应该意义比较特别吧。我走了。回来。不要骚扰别人。变成这样。
我呢？你帮我再找他的照片。上回他今天没有回来，他说一定要让我拍的照片给他看。你就出去吧。拍的一样啊，没什么分别。我哪里有这么胖啊？这才是真相。等一下，接个电话。向恒。哎，向恒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过来一趟吧。今天来了不少同学，他们可说了，你要是不来，他们就直接杀你家里去。我在北门，你们在哪里？哟，那太好了，我这是二号楼。对，赶紧过来吧。好，你先跟我到我们系转一圈，然后再到你们系去看。你不信啊？嗯，你一个人去吧。为什么？你们系的人太多了。哎呀，你自己去就好了，反正我还要拍点照片，我自己一个人也比较有灵感啊。你没带钱，也没带手机，待会儿怎么找你？晚上怎么回家？你待会儿有事打向恒电话，别走太远。哎，密码多少？你生日。哎，我正忙着呢，哎，这回头再说，回头再说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哎呀，真忙啊！哎呀，暗子暗子。哎，刚才怎么出来着？说我们学校啊，好像，哟，好久不见。何大律师啊！哎呦，你现在名气大了，这架子也大，要见你一面，真不容易啊。师兄，别来无恙。无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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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衣服哪儿租的啊？买的。买的？有卖的吗？这个哪儿买的？哎，老袁，他见客户也这样吗？啊，哎，我怀疑那些客户怎么买他的账的呀？别说，不少客户，还就爱他这张没啥表情的脸，觉得特有专业感，真的。哎，雨辰，真应该让那些觉得何大律师专业感特强的客户们，看看他现在穿的这身衣服，这绝对内裤、外裤，这连裤啊！这衣服别穿啊！哎，别穿啊！哎，这露，赶紧，把咱们学校对，咱们学校标露出来。哎，对，哎，你漂亮，非常好，家里让你买的吧？发微博，不过你居然从了。哎，他人呢？哎，怎么没见他过来？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？不错，李晨、向恒，哎呦，你们都在这儿呀？都来了。赵亮呢？他正在美国的农村啊，帮一个富豪和他第四任妻子打离婚官司呢，来不了了。哎，不过啊，他可告诉我了，让我替他多吃一口。行，这事儿他们远也忘不了吃。哎呦，哎，李晨，你这衣服不错呀。哎，哪儿买的啊？这现在美国最流行。李晨他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还是老样子啊！哎呀，他还真死心塌地等人家啊。不过没有倒也挺好的。我有个远房的表妹，刚刚调到我们系里当行政。哎，人家是家世好，学历高，人还长得漂亮。哎，我想呀，介绍他们认识一下。吃晚饭的时候我把他叫来，你到时候可别多嘴啊。不得了啊，小子混得很牛嘛。表妹都能塞进来，别瞎说啊！人家可是正儿八经考进来的。行，你那爱介绍不介绍，跟我没关系。哎，话说这家过去情史你都知道，你也不早点给我普及，不够意思。什么情史啊？就那么一个。那就行。我，白骨精也来了。哎呦，这不是许大律师吗？我看你呀，别白费功夫了。何以琛品味那么差，根本看不上你各种美好的表妹。条件越优秀，他越看不上。哎，我听说你最近混得不错呀，
这海归回来的就是不一样啊。没你们学院派滋润。哪里哪里呀、啊。不过我那个表妹啊就一点好，性格特别可爱。是吗、哎、跟你正好相反。说不定咱们的何大律师啊还就真看上了。哎。你知道现在在大堂演讲的是谁吗？是谁呀、啊？应辉呀、啊！啊，真的吗？他从美国回来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应辉呀、啊，你去看看中国的网络奇迹。真的。你终于不叫我应先生了。你知道刚才在应府服务宴的人时候，我特别紧张，我就担心你说起应先生，我们就穿帮了。我都记着呢，不会穿帮的。我的太太当然从容。谢谢您，尹大哥，以后每个月都要麻烦你过来跑一趟。我很高兴我每个月能有固定的休假时间。我也有事找你帮忙。什么事情？难得你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情，我一定两肋插刀。我父母要来美国了，也不知道是谁透露我结婚的消息，他们很生气。我生不准女儿为难，但是我父母他们不会在美国待太久，我希望你能帮我应付过去。我说在加州。大多数服务性的门户网站是依据用户的兴趣和需要而建设，而另一种是创造性的，它开创和引导用户的兴趣，培养用户的需要。一种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而另一种是你可能需要这个，我提供给你一种尝试的机会。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倾向于哪一种，但是我认为第二种才是真正尊重用户的行为。用户选择我们，不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，而是我们给了他更多的选择。哎呀，长得又好，又有才华，这要是我老公的话，我得美死了。算了吧，这种人啊，你要在他没有发达的时候嫁给他，现在已经晚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应辉以前还在念大学的时候，女朋友是我们系的系花。真的？其实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不一定是真的。应辉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家里很穷，是从农村考上来的，不过考到我们学校的时候，在我们数学系这种牛人多到变态的地方都很出名，后来就追到了我们系的系花，据说感情还不错。不过毕业的时候，西花为了留校指标答应了系主任儿子的追求，应辉也就放弃国内的机会出国了。系主任的儿媳你不会是说那个行政办公室的童心英吧？哇，比系花还有漂亮女老师啊。这些是我们上次宿舍的时候拿奖学金请辅导员吃饭，辅导员喝多了说的，可信度很高哦。那他现在还不得后悔死了？对对。你大哥，你有过喜欢的人吗？我在大学里有个女朋友，很聪明，也很漂亮。啊，
感谢我们的应辉老师。那我想问一下同学，如果我们的访谈就此结束的话，大家会不会感到有一丝的遗憾呢？对。好的，那下面我们就进入半小时的自由访问时间，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开始提问吧。好，有请这边这位男生。你好，我听说 ENG 准备进攻游戏产业，但是现在的游戏啊，它利润率特别的低，我想知道你不担心它会亏损吗？没有不好的市场，只有不好的内容。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。好，这位同学，第三排的。英辉学长您好，今天在这里看到您，我非常的激动。我想问一下，ENG以后的发展重点会在中国还是美国？如果是在中国的话，你们会不会招聘大量的员工？还有，你们对人才有哪些要求？当然是在中国。饮水思源，落叶归根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也永远不会放弃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。不好意思，虽然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很高，但是英所的大门永远为长华区同学而敞开。那我分你去医务室吧，谢谢。好的，下面我要有请一位女生来提问。好，第二排这位女生。先生你好，我事先想声明一下，这个问题不是我要问的，是我一个场外的朋友，他发信息给我说，如果我问了你这个问题，他就会请我吃饭。所以说我想说你一定会回答我这个问题是吧？当然。好，那据说你以夫妻的名义捐款了3000万，那我就想冒昧的问一下，你的感情经历是不是和你的事业一样史诗般的梦幻呢？不好意思，这位同学，好像你的问题有一点涉及到我们的隐私了。你该不会是狗仔队派来的救兵吧？好，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提问吧。没关系，我只是忽然想起了我的太太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。一去是我的事业，很梦幻，不如说我的感情似乎更梦幻。只不过它不是史诗，只是一首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情诗。我爱你的太太呢？是的，我希望能很快见到她。这一次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对学院的捐赠，院长非常感谢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啊。李晨呐，你真不知道啊，刚才你在台上说话的时候，下边多少女生都神魂颠倒的。何大律师，你现在娶谁都伤一大帮人的心。我们知道这个。院长，那这样我做东，请您咱们一块吃个饭吧。对，一起去。不了不了，我待会儿还有事情。是，不客气，你们自己吃吧。那就改日再约。行，好，院长，您忙，院长，慢走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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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吧。等一下，师兄，我可以要一个你的电话吗？如果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，我可以再问你吗？我的手机让我太太拿走了。我倒可以给你们留个电话。谢谢。我使用技术这么差吗？你想，就冲这个我请客。走走走，明天我订了桌。好宰你一顿。哎。真是答非所问，有与之地的高手啊！哎，高手，太太木头没事吧？没事呢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了。没关系，看你都没有看上演讲，没事。那我先去医务室啦，你不用管我了。嗯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
如果不回美国，那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。如果没有发生那么多事，现在大家也会是好朋友吧。我只是想要帮个朋友，为什么这么难呀？如果你确定想背上这个包袱的话，我倒有个提议，你可以找一个可信的、符合首要条件的人家结婚，或许我可以帮忙。这份协议的内容是你放弃这段婚姻所能带来的一切权益，相应的，你也不必履行任何义务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有夫妻的名义。叶先生，谢谢你。不必。其实这桩婚姻对我好处也不少，我的公司就要上市，因为已婚男人的形象更能获得股民的信任，而且已婚的身份能给我摆脱掉很多麻烦。再说了，张小姐，你对我的帮助可不仅仅是滴水之恩。真，我好想你。李琛，你知道吗？在美国街头，满眼都是人，却连一个像你的背影都看不到。现在终于可以告诉你，我很想你。你在哪里？直接到学校北门对面的边疆大酒店，我在门口等。好，抱歉抱歉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占了座位，我马上去安排，请稍等。算了算了，甭说这些没用的，赶紧给我找个最大的包房。好的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先生，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可是我的表妹啊，她叫周冰，现在呢在我们学院当老师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我表妹啊，她可是位才女啊。哎，李轩，你老婆怎么还没到？哦，刚才打电话了，时间差不多，我过去接她了，失陪了。哎，哎，我老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老婆就是老婆，不是女朋友吗？哎，你不是跟我说她不是？你问我她有没有女朋友，又没问她有没有老婆。你这多认识个人怕什么？多个人脉嘛！嗨，我叫向总。啊，哎，老袁。我们曾经尝试不顾一切肤浅的快乐，才会一不小心的让成长偷走了什么？时光过客。还来不及去迎合，从学校到酒店就几步路，胸口的你都能在这绕这么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。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，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。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，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。我这次回国呢，主要是想为公司在国内聘请一家长期合作的律所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法律界有影响力的朋友，能帮我推荐几家上海知名的律所？老赵，刚才大堂那几位，就是你们学院捐赠的校友吗？听说
他们是以律所的名义捐赠的。没错，袁向和律师事务所三个合伙人都是长华法学院毕业的。都是长华的校友？没错，是的。应总如果想找长期合作的律师事务所，袁向和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那就有请赵院长引荐一下。没问题啊。你都跑去哪儿了？不是说好不要乱跑，又不给我打电话。真是让人怀念啊，好久都没见过这人长了。哎，居然还是他呀。哎，想当年我们法学院多少才女佳人啊，喜欢他的不在少数，可他偏偏选了个外系的。我说他选外系的嘛倒也不错，弄个什么系花什么的，是吧，才能配得上咱们法学院头等才子的身份，是吧。可他倒好，哎，找了一个各方面都没什么特别。这种事情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哎，没事。欢迎一队新人啊。师兄好。社长好。好的不得了。你好赵同学，好久不见了，十分想念啊。殷太太。哦，殷太太，哎呀，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。你不是跟应先生一块回国的吗？哎，我是大商公司的董事长林祥和，你还记得吧，去年啊多多承蒙你和殷先生在美国对我的照顾，这次你们贤伉俪回国呀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尽地主之力。不能让雨辰在这么多人面前。很抱歉，他一点都是。你认错人了。认错人？你开玩笑吧，殷太太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先生，你真的认错人了。回来不想到学校发生了这么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英总，英总，英太太呀。林董，哎，林董你好，你好，正想明天去拜访你，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。哎呀，应总啊，我能见到你真是三生有幸啊！你太客气了。哎，应总，这个是应太太吧？刚才啊，我说她是，她非说我认错人了。哎呀，林董是有点像，不过我太太正在瑞士度假，您的眼力可不如以前了。啊？啊？我也觉得她不太像。啊，对不起，小姐，我认错人了。抱歉，啊，我正要陪学校几个领导去吃饭，明天我再约。那好的，好的，啊，您忙您忙。系那个著名校友啊，捐了三千万。哎，抱歉抱歉，又抱歉。包房已经安排好了，请大家跟我来。哎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大的大的，来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来来，走了，吃饭了吃饭了，走走走。好好想想，回家怎么写检讨。一个人到处跑，时间到了，也不主动给我打电话。我想和你说一下在美国的事情，雨辰。就是他。嗯。回去再说。哎，现在想想啊，还属赵亮那小子，怂事最多。网恋、异地恋，小姑娘哭天喊地追楼下了，那叫一个热闹。还真给咱法学院争面儿。
这事儿你还记得啊？我一直以为那小子洗白洗得挺成功的呢，整个一完美美国律师的形象。你可别逗我，我跟你说，这哥们儿啊，他就是到火星上去也改不了他那夫人面膜啊，跟小姑娘视频，变态男青年，变态，变态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儿还有一个我们法学院的一个经典案例啊，就是我们的何大律师的老婆，我们法学院也是一个经典的案例。有吗？有啊，我记得呀，当初呢是陪我们何以晨这个上课的时候啊，结果呢被我们的老师点名叫起来回答问题。当时呢我们的周教授就问说，你这案子你该怎么判呢？我们的何夫人你知道怎么说吗？说全都给我抓到牢里去。是你们之间的吧？你不知道，你很出名。出名？你是周教授的经典案例，但每带一届学生都会讲。是啊，后来啊，还有一个师弟，他跟我问过雨辰，说你就是那个要关别人的女生的男朋友吧？那个时候啊，你已经在美国了。你这秀恩爱的真讨厌。啊，这都冷场了，来来，伙计，为我们逝去的青春啊，大家举杯，干！来来来来来，来一杯啊！来，干了没干？你老怪人家，想不干？我去洗手间。哎，这还没喝呢，你就去洗手间啊？来来来，咱们吃，来，行，来。何以琛，就让他不敢，应先生才是名扬四海。你怎么不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你的名字？刚才碰见他了，我们很愉快地交流了一下，宁总也提起了关于跟我们律所合作的事情。哎呦，这可是一个超级大客户啊！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干一杯啊？我说师妹，这你不能光吃菜不喝酒吧？你老公刚接那么大个单子，你怎么得端起酒杯喝一杯吧？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，来来来来来，祝律师事务所各上一层楼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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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夫妻恩爱头头头，一生牵手到白头，夫妻恩爱两对眼，一生牵手到白头，叫什么喝。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，你笑着躲在我心中，不要烟火，不要星光，只要问问你心是你不曾懂的远方。也许我是一
罪你这么轻，却想要你为什么会灿烂的光芒，宁愿让我受伤，在黑暗的夜晚静静的为你去孤独的照亮，就让我是一道微光，能让你拥有灿烂的锋芒，在寂寞的时分无论飞向何方，我也会绽放，给你无限微光。吃早饭了。昨天你喝醉了，头痛吗？不痛。我不会在意过去的事情，不过为了让我们彼此能更愉快，我也希望不要再提。吃吧，吃完送你上班。注意安全，晚上见。轻轻放开了手，低头沉默，安静的嘶吼，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，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，是否忘记我，再一万次你回过头，你会发现还有我。陌生的问句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，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，伤我绰绰有余，等待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，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，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渐渐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渐渐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，这
浅浅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